而另外呢，最新消息要带您来看到，这位纸片女贼终于是要被判刑了。好，之前为您报道过，有一名身高155公分的戴姓女冠妾，她因为患有厌食症，体重竟然只有19公斤。在上个月，她因为肚子饿没有钱，偷早餐店三明治，因此被抓到，遭到检方羁押了17天。在健康状况才比较好的情况之下，上个礼拜请家人带回了。不过在昨天，新竹地方法官依窃盗罪来判戴姓女贼得拘役20天，一颗罚金2万元。